大家，都被镇长和九叔公给骗了，孩子们被关在黑木林的山洞里，喂他们做鸦片呢。我和小六子亲眼所见，差点我们没逃出来呀！他们都是骗子呀，骗了我们这么久，为我们这么信任他们呢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干？ 当年自作聪明，现在可好了。九叔公，莫急，莫急。当年哑巴流向火海，快说，人藏在哪儿了？人藏在哪儿了？现如今，你又自作聪明，我就说早该杀了他，大不了一走了之，换个地方再搞。现在，我看你该怎么办？ 小六子，你带他们出去，我去找尹啸天。 这世界很酷。